我是奉着土府江红粉师傅的命令来甲你除掉，啊！就平地，哼，有才调做你来啊！你唔通看鸟无点哦，啊！我是人看人学咯，鬼看鬼跋倒，知到八道的老八道。啊！伫我身躯边只只树地，伊就更加厉害啊！伊是天道天师唯一的传人，安怎？你会惊吼？若是会惊，赶紧束手就绑！哼！啊！三妹啊，高丽啊，给两很多天书回平房去，叫我。天书很多，你就下岗，三行五里，不能发离关。麦高丽，麦高丽啊！快死就去，就去！刚第三张香啊，伊哪袂回来啦？阿婆，老爷，爷爷法术进行有顺利无？因三个是不是拢困去啊？哪会袂振动？老爷，袂使卡着因啦，因的魂魄入去石像内底救小姐啦。只要过一丛香的时间，就会当把小姐救回来啊。只要恁永远留伫石像内底。以后就无人甲我作对啊！我即马都甲石架封起来，互恁拢无法度出来。哎，老爷，老爷，你莫安尼啦！一个死查某鬼啊，竟然敢抢我石架！退，莫随便走！老爷，老爷，还袂使开啦！你讲安怎啊？三妹啊，伊无代志，紧紧看，回转一件，再就死人。袂用的啦，那你害伤害到石人头啦。你我石人头，我们离开也紧快啊！你这创啥啦？我嘛做啥物过？阿唔过，我的手敢那会去掉的呢？免啦。你叫石人头？嗯。你是石头精？嗯。你别再笑了啦，到底有什么好笑的啦？我的命吼是别讲搞好的呢。我不是在笑你，我是在欢喜讲，本座总算找到你啊！你就是本座身躯的一部分。啊？一部分？什么一部分啊？刚刚你是生我阿母？我不是你的阿母。也毋过嘛，算是差不多啊啦。你就是分组登去的倒手啊！倒手？什么倒手啦？吼，我拢听拢无啦。两百年前，分组的倒手登去，我只好用法术变一个假手出来。你真正的身份就是分组的倒手，安尼你有明白？原来我是你倒手。所以你甲我原本就是一体，是嘛？肯帮助我去解决遐个人，遐个人是我朋友，我不准你伤害因。你，哪呢？你袂离开我，我嘛同款无法度离开你。先生，八道，你该丢多少啊？咱该离开家啊！等等。今天真正有法度离开这个所在。哼，我有很老天书，要离开这是真简单的代志。你是石人头的朋友，他说讲，你会当带本座甲石人头离开这，本座就答应卖台地家伙，而且放过土府宫的臭道士免死，以后何不相欠？你想安怎？